现在请各位将你们的气集中在掌心上，传送到在你们前面的人身上。不要再笑了，小心岔气。各位准备好了吗？好。鱼，好。我相信，借着大家的力量团结一致，一定会成功的。你要撑住，我们再试最后一次。赵宇，加油！赵宇。